在上海有这样一个板块，它拥有中国顶级学府，为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培养了很多人才，但自身的发展却因为各种因素无法进入新鲜血液，慢慢从中心沦为边缘行者。比如有人说呢，这里空有全国知名的同济建筑系，却一直没能诞生一座堪称上海名片的地标性建筑。有人说这里空有财大的高级商贸人才，却没能将这里的商业能级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档次。有人说这里空有复旦这样一流的人文专业，但一说到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与韵味，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浦西梧桐区的优雅，或者浦东新世纪的豪迈。也有人说上面这些观点都是扯淡，特别是对于杨浦虹口的居民来说，这里更像是儿时的青梅，它朴素，不怎么打扮，无需浮华的十里洋场，要的只是更接地气、简单方便的生活。这个板块有人质疑，也有人拥簇。这个板块就是上海四大城市副中心之一的杨浦五角场。五角场北至三门路，东为国定东路，南临内环高架，以西则是易仙路。板块内目前有十号线、十八号线贯穿南北，还有边缘三号线的一个站点作为辅助。自驾方面呢，作为五条主干道汇集而成的五角场环路，可以说是四通八达。淞沪路一路向北串联新江湾，祥应路向东连接杨浦东部，四平路贯穿西南直通外滩，邯郸路一路向西是杨浦通往大宁的重要地面通道，黄兴路这一路向南通向杨浦滨江和杨浦大桥，方便进入浦东。这五条年代久远的道路呢，经过无数次修整拓宽，如今依然是整个板块乃至杨浦区非常重要的交通干道。再加上后来新建的中环高架分别向西串联虹口、静安大宁，向东串联浦东森兰。总之呢，五角场的交通区位条件真的没得说，担得起城市副中心这两个字。这个城市副中心，大家都知道，早在2003年，五角场就被上海市政府确定为城市副中心，成为杨浦城市化建设的引路人。他的目标是成为杨浦区乃至上海东北方向最核心的商圈。但其实早在1990年之前，五角场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商圈，没什么人气和知名度。正好碰到那个时候，上海中心城区正在进行大规模改建，于是卢湾区和黄浦区很多被动迁的居民最终来到了杨浦和虹口，这两个大区的人气和商业氛围也逐渐开始热闹起来。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五角场其实是一个非常好逛的地方，它更加市井实惠，没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压迫感。据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奶酪说，他小时候啊就跟着大人去过朝阳百货买皮鞋，每个礼拜去一次新华书店看看有什么新书，特别是小时候非常火的《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他的正版磁带是一定要买的。当时的新华书店是唯一一个正版磁带销售渠道，不过他小时候因为零花钱比较有限，所以也有不少小同学都是在书店门口的黄鱼车上买盗版磁带。这一盒盒的磁带呢，可以说是当时最好的社交工具，也是上海的小伙伴童年接触外面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后来随着朝阳百货的拆除，五角场对那批孩子来说好像就没有从前的味道了。当然情怀归情怀，发展归发展，盗版横行、鱼龙混杂的商业氛围其实一直困扰着五角场商业的发展。直到20世纪末，站在五角场中心放眼望去，房屋布局依旧杂乱，车流人流喧闹不堪，附近的店铺商场依然充斥着大量的中低档商品，大同小异，有点难辨。所以当时的五角场被老上海们称为苏州河以北下之角地区的门面。当然这个称呼呢，大家现在也见怪不怪了。那以前的长宁还是郊区，还是青洼地呢，就连大宁以前也被叫做下之角。但是和他们不同的是，五角场早期的规划定位其实非常非常高，甚至比肩当时的法租界、上海的市中心。当然这个故事的年代就更加久远了。早在1929年，五角场就被规划为大上海计划中的市中心区域，而且还是城市政治中心。当时确定的规划其实非常先进，除了建筑规划，更重要的是建高速、快速铁路线以及高架等等。甚至五角场如今的高架路网很多都是受当时那版规划影响的结果。而且当我们把两张相隔近百年的图纸叠在一起，都能看到很多相似的地方。可惜的是，因为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战争动荡，除了一部分市政建筑之外，市中心级别的蓝图没能完全落地。就像档案馆里堆积如山的规划图纸一样，曾经浩浩荡荡的大上海计划被慢慢遗忘，五角场也慢慢成为人们眼中的
下着脚。不过一切的转机在1984年发生，五角场地区划归为杨浦，杨浦区政府也开始重新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的在五角场地区发展住宅建设和商业服务设施，安排工商仓储用地。随后就到了2003年，五角场被上海正式认定为四大城市副中心之一。至于2003年之后最重要的发展节点，我想应该又是2006年的5月份了。上海中环线在五角场的立交主体结构贯通，当年的9月份，这个小彩蛋也顺利完成吊装。中环到来不但让交通更加方便，也让五角场有了属于自己的地标。现在提到五角场，又有谁不会想到这个小彩蛋呢？这个彩蛋是100×45×15米的土球体结构，整个工程由620吨钢结构、15000多米长的龙骨构成。这个造价不菲的彩蛋不仅能调和中环高架硬朗的线条，还能为五角场下沉广场组个噪音，更象征着杨浦知识创新区这个大孵化器孕育、孵化、诞生的概念。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就是五角场的下沉广场。说到这个名字啊，在我的印象里面，前几年还搞了一个非常轰动的证明活动，那上海全城的市民可以说是脑爆想名字，但是没想到最后定了一个五角场下沉广场这个名字，非常朴实但又很好记。而且这个广场的名字除了五角场，应该也想不出其他的名字来代替了。五角场广场顾名思义呢，它起到一个汇集分流的作用，它把大家汇集到这里，然后再分流出去。因为这里不仅直接连通地铁，它还通过五个不同颜色的通道连通五个不同的商场。其实啊，在数字之外用颜色区分通道，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五角场是服务虹口和杨浦的居民的，而虹口和杨浦又有非常多的老年人，这样一来颜色对大家来说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不容易迷路。这一点其实也是五角场广场经过改造之后一个非常人性化的点。毕竟在曾经的五角场迷路这件事，我相信啊大家肯定都经历过。我现在还记得我在2013年来到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在四平路附近，所以有空我就会来五角场逛。那个时候觉得这里特别热闹，特别新鲜，但是每一次来都逛得很头晕，跟朋友约在某一个地点要找半天。在重新改造过之后的五角场广场呢，虽然它的结构依然复杂，虽然它的体量依然庞大，但是我相信现在不管老幼，只要你来这里逛过几次之后，就不会那么容易迷路了。当然了，在我搬走之后的这几年呢，除了这个下沉广场的优化，上面的五个商场多少也都做了升级改造，那其中百联和万达的动作是最多的。我们现在就先去百联看一看，走。我们先说百联，2007年一月份开业，集合了餐饮、购物、休闲等功能业态，到现在也有16年了。在隔壁商场的压力下，百联在2021年4月份开启了外立面改造工程。毕竟无论是人还是物，提高颜值永远都是最快吸引人的一种方式。整体的外立面保留了原有的铝板幕墙，在幕墙的结构上用其他的材料加强了外立面的层次感，特别是在入口处效果最为明显。改造后的百联整体外观更加新颖时尚，更像一座风帆在城市之中飘摇。和百联一街之隔的万达开业时间呢，要比百联早一个月。作为难得一个挤进市中心的万达广场，五角场万达一直是营收最多的那一个。这座同样集合了多种业态的商业综合体，在2017年4月开始更新改造，历时8个月再重新开业。一来对商场的动线进行了优化，另一方面对外立面进行一定的改造，整体观感也有了不少的提升。当然我也很好奇啊，现在这五个商场你最常去、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欢迎把它的名字打在弹幕上。我看到有不少人在说和生汇啊，的确这几个商场人气最高的应该就是和生汇了。因为比起别的商场，它的年纪最小，定位更加符合新生代的需求，引入的品牌是大众刚需商务休闲时尚类品牌，而且定位偏中高端。另外和生汇餐饮类目也比较多，空调也更足，所以大家更喜欢来这儿乘凉顺便啊吃个饭。而且苹果也把它的零售店放在了和生汇，以苹果的选址逻辑，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当然除了这些地面的商业，五角场还拥有号称整个上海滩最大的地下商业太平洋生活天地。太平洋生活天地连接了10号线五角场和江湾体育场这两个站点，同时这个多达14个出口的地下商业几乎可以通向五角场所有的商场和地铁站台。整个商业街布局成一字形，以小餐饮以及快时尚零售品牌为主，非常好逛，而且非常好吃。它让五角场和江湾体育场两站的联动更加密切，那经常逛吃逛吃，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下一站，完全让人感觉不到这是两个站点。如果你想到这逛，也有很多线路可以选择，比如在五角场站下车，从万达逛到森活，再到大学路小酌一杯，或者江湾体育场下车，先去大学路，再通过森活到和生汇。整体的步行体验非常非常棒，不用担心下雨，不用担心车辆，值得点一个大大的赞。当然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两条线路呢我都提到了大学路。这条路又有什么特点呢？值得和五角场的核心商业相提并论。其实在商业之外，五角场还有另外一个特色，知识
和产业的融合，而且这个融合还相当成功。五角场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家，其中不乏一些代表性的企业，比如现在深受年轻人喜欢的 B 站。 B 站这一批新兴企业呢，围绕着国政中心开枝散叶，一是能不断吸引年轻人来这里上班，保证最基础的人气；二来呢，他们也能成为区域文旅标志，不断吸引全国范围的年轻人前来打卡，扩展整个园区的知名度。年轻与活力是这些互联网科技企业为五角场带来的宝贵财富，而五角场回馈的就是上海最顶尖的一批高校资源。我最开始也提到了，复旦、同济这些知名大学都在五角场，而且早在2003年，政府就将杨浦区定位成知识创新区，提出了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三区联合联动发展的理念。想要实现高校的知识创新作为杨浦区转型的重点项目，单靠政府自己来单独运作是很难保障的，所以当时找来了把新天地开发的非常成功的瑞安，依托这里的大学资源，再加上瑞安的打造，创智天地园区最终应运而生。创智天地的出现迅速帮助五角场聚拢了优秀的科技技术企业和人才，推动知识创新产业化发展，再加上有一流的大学作为保障托底，五角场的知识创新产业走得其实是比较顺畅的。而前面提到的大学路正是这一整体开发项目中的商业部分。大学路呢，原本是一条长度只有600米、毫不起眼的小路，后来在瑞安只租不售的商业地产模式运营下，这个小尺度街道开始专门为步行而打造，整体视觉也以年轻元素为主，功能上呢引入了很多年轻时尚、各具特色的网红店铺，涵盖业态也非常广，从餐饮、桌游到健身、酒吧，非常适合闲逛、约会和小憩。只能说大学路太懂大学生的生活了。我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欧冠吧，然后晚上来这边喝酒，看球，现在想想就特别年轻，特别有意思啊！这真的是整条街上都是青春荷尔蒙的味道。我觉得大学路就是这样的气质，路如其名，它应该是很多人的青春吧，有很多关于我们年轻的时候，关于我们朋友的故事。哎，如果你在大学路也有故事，记得常回来看一看。我记得以前的时候，这个广场一到周末啊，有非常多的摊主来摆地摊，现在好像比以前少很多了。那些摊主可以说每一个都是有故事而且身怀绝技的人，但是现在好像是因为种种原因吧，是不是地摊还有以前的后备箱集市都少了很多，如果没有这些集市的话还是蛮可惜的。虽然现在的大学路还是特别热闹啊，也非常非常漂亮，但是讲道理还是跟以前的大学路比不了，因为现在店铺真的少了很多。像以前看这些楼上啊，这些什么红烧牛肉面、河南烩面，还有一些什么健身房、酒吧、私人影院什么的，楼上特别特别多。然后包括我自己跟朋友也在这边开过一家店，好像是2019年的时候，好像是在对面那个位置二楼的地方开了一个叫江左见面的一个店，大家有没有吃过？像我们那个面馆啊一样，开在2、3楼的那些店铺啊，随后几年都因为消防整治的原因陆陆续续关掉了。那随之而来的又是口罩的冲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品牌、这些店跟我几年前来逛几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总之呢，商业的发展就是这么一个难题，消防安全是重中之重，但是店铺的数量和人气又怎么盘活？面对各种风险的冲击，小商家怎么保证存活并且能够长久的开下去？这些问题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虽然不如以前，但是大学路目前的人气还是不俗，而整个五角场的商业结构也几乎无懈可击，面积大，业态丰富，商业能级在杨浦区确实首屈一指。但为什么很多人总觉得五角场到成为市区商圈总是差那么一口气？首先是因为它的辐射范围其实很有限，向北是低密居住板块新江湾，再向北那就是黄浦江了，所以五角场的大部分消费者还是局限在虹口、杨浦，这导致整个商业在工作日的时候其实人气是远不如周末的，甚至可以说有点冷清。其次啊，西边大宁商圈和南边的瑞虹新城商圈的崛起也起到了一定的分流作用。最后不要忘了，杨浦滨江还有大面积的商业规划，等五角场慢慢老去，人们又会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并不是说五角场本身有多拉垮，但是面对这些外因、大环境和时代的变化，再怎么努力总会有落伍的一天。当然大家不用担心啊，相信那天离我们还很远很远，五角场以现在的实力还能辉煌很久。总之无论是商业还是知识产业，五角场都是引领杨浦前进的先驱者，但是相比之下五角场的楼市
却显得特别冷清。一方面是因为长久以来无胶厂都没有新房供应，其次无胶厂本身比较偏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在这儿置业的人主要就是周边客群，无法有效承接跨区人群的置业需求。再加上本身的存量住宅产品也没啥亮点，板块内以老小区为主，很多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住宅，面积普遍是34到57平上下。在挂牌均价上，这一类住宅价格大多在6.6到7.8万每平，房型1到2房，主要集中在四平路和国定路两侧。因为周边大学比较多啊，无胶厂的租赁需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像这一类的住宅，反倒能够吸引那些刚从大学毕业准备留沪工作的大学生。除了这些呢，品相好一点的可以去看看正丽医院、三湘世纪花城以及创智坊公寓这些住宅。除了正丽医院之外，其他的房龄都在2000年以后，而且居住面积更大，主力面积在106到170平左右。当然，总价比起那些300-400万的老房子要贵了很多，基本达到了1000万以上，也是无胶厂少有的千万级住宅。对于在杨浦生活惯了不愿跨区的购房者来说，无胶厂的老公房倒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非常适合刚需上车的同学。毕竟这里的生活便利度完全不用担心。但如果是1000万以上的改善需求，因为房龄和产品选择过少的原因，无胶厂恐怕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相同的价位，甚至浦东很多中外环之间的板块竞争力都比它要大很多。另外，在板块的教育资源上，小学有正丽路小学和二小，以及无胶厂小学，他们的名气并不是特别响。初中有三门中学和同济初级中学。医疗资源方面，板块内除了社区配套医院之外，还有肺科医院、过一般看病就诊，板块附近的长海医院居民们会去的更多一点。那以上这些就是无胶厂目前的现状了。就像视频开头说的那样，如果你对无胶厂期望很高，那很可能你会觉得它不过如此。但如果你用一种更加日常的眼光去看待，无胶厂可以满足你的所有需求。确实，它不像梧桐区那样有历史的味道，和陆家嘴、徐汇、滨江比呢，又稍显老迈。但如果只是和上海四大城市副中心来比一比，无胶厂的人气也只是逊色于徐家汇而已。和花木比是各有所长，和真如相比呢，那更是好太多了。毕竟人家无胶厂担心的问题是会不会在商业竞赛中落伍。总之呢，如果用拟人的角度来看，无胶厂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位历经沉浮、气质内敛的职场中年。事业再进一步也许很难，但如果有心回头看看，他会发现家人在旁边守候，孩子在西边玩耍。如果孩子好奇问起，他也有无数个年轻时候的故事值得娓娓道来。那是一段足够激情的岁月，那是一段属于杨浦人、虹口人的一段人生旅程。他们在一个5条马路汇集的路口相遇、同行、共度、分开，奔向上海各处崭新城区的建设，最后留下一两段回忆、三两段故事。过去的脉络充满波折，未来的走向也难免焦虑。但至于杨浦这样一个大家庭来说，无胶厂依然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是一个足够成功的板块，这就够了，真的非常够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做得还不错的话，不妨点赞、转发、评论。还想看哪个板块，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互动。我是六娃，关注我和城市一进步，我们下期再见。